这个小男孩一出生就是亿万富翁，摇篮是纯金打造，玩具是钻石和钞票，就连奶嘴也是金光闪闪、私人定制。他叫小王，是世界首富的儿子，不仅住在豪华宫殿里，出行更是直升机代步。小王喜欢玩棒球，老爸虽然工作繁忙，可一有空就会陪他玩耍，还特意在家里建了个棒球场，请来世界冠军当教练。他在家就可以玩棒球，可太有钱却成了他的烦恼。这天，小王代替父亲出席参加商业活动，无意间看到一群打棒球的孩子。 他也想加入，却被保镖拦住了。少爷，这里不安全，请回到直升机上。此刻他才发现，他的生活缺少一些普通人的快乐。有钱人的生活实在太无聊了。一大早，小王就得和明星健身教练做早操，吃个饭还得和妈妈打电话，因为餐桌实在太长了。在学校里，他邀请朋友们到家里玩，可他们不是忙着赚钱，就是在赚钱的路上，根本没有作为孩子的乐趣。为了得到这份简单的快乐，他推掉接下来的行程，再次来到贫民窟。 想和他们一起打棒球但被这群小孩嘲笑了 n o c e come on let me hit forget it you probably couldn't even hit a beach ball 小王说自己厉害着呢女孩答应来一局不过得赌一赌男孩提议赌五块钱女孩说格局太小了十块好一万就一万吧 not ten thousand ten dollars 第一棒小王故意输了孩子们可乐坏了以为他是个假把式结果下一棒小王来了个全雷打赢得不费吹灰之力 他邀请孩子们来家里玩，可孩子们的钱都输光了，脸上没面，怎么可能还去他家玩呢？小王有点难过，早知道就故意输掉了。第二天，一家人去参加女王生日宴会前，他还是闷闷不乐。母亲看出来他不开心，跟管家了解情况后，决定让小王留下来玩。没想到，小王却因此逃过一劫。这个小男孩一出生就是亿万富翁，摇篮是纯金打造，玩具是钻石和钞票。他叫小王，是世界首富的儿子。 这天，他邀请一群贫民窟小孩来到家里做客。家里有麦当劳专卖店，花园大道开卡丁车，池塘虽然不大，但开个摩托艇还是不在话下。还有吃不完的甜品，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小王也很开心。可当孩子们打算离开时，却要管家给工资。小王感到些许失落。有钱人太不好当了，连友谊都是买来的。就在这时，他又收到一个噩耗：父母乘坐的飞机出事了。小王赶紧跑回家里，打开亲子专线，试图找到父母的定位。 但根本找不到任何信号。而另一边，舅舅以为一家人必死无疑，打算独吞家产时，没想到小王竟然没上飞机。他更想不到的是，小王父母也没有死。小王知道这肯定有人搞鬼，于是他以继承人的身份夺回了公司控制权。小王还把贫民窟的孩子们招进公司，大家一起出谋划策。没想到一个十二岁的小孩竟然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公司股价直线上升。这下所有股东都心服口服。开会时一边倒。 全站在小王这边，舅舅气毛了，他要把这个不利局面扭转过来，于是便诬陷管家贪污公款，把他关进了大牢，还在家里装了监控器，这样小王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不过他做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小王家的祖坟，据说里面有上亿万元的财富，而他的下一步就是杀掉管家，让小王孤立无援。这一切都被博士偷听到了，他把小王偷偷拉到实验室，拿出一件秘密武器，让他用这个去救管家。这个小男孩。 一出生就是亿万富翁，摇篮是纯金打造，玩具是钻石和钞票。他叫小王，是世界首富的儿子。然而他父母不知所踪，小王只能靠自己救出蹲监狱的管家。刚挤上牙膏，牙刷瞬间化掉。管家吓得赶紧看说明书，原来这是强力腐蚀剂，可以腐蚀掉任何东西。小王为了瞒过狱警，特意把它装在了牙膏里。突然身后出现一个壮汉，拿毛巾勒住了他。壮汉是舅舅派来的杀手。好在管家武艺高强，三两下就把壮汉撂倒了。 成功越狱和小王会合了。小王坚信父母没有死，他要继续查看亲子专线。家是回不去了，他便来到贫民窟女孩家里，用电脑搜寻信号。没想到奇迹竟然出现，他很快就知道父母的位置了。八秒、七秒、六秒，程序终止使用。原来这时舅舅手下发现异常，立即冲进房间把线路拔掉了。小王只能回家重启程序。贫民窟的小伙伴都愿意和他冒险回去。几个人用化肥砸晕了保安，偷偷潜入家里，然后博士调制出特殊药剂。 让喷泉喷出巨大的泡沫，把保安都吸引了过去。就在这时，小伙伴切断了监控器线路，小王趁机溜进房间。没想到舅舅先他一步，把父母抓了回来。舅舅也露出真面目，他搞这么多事，就是为了万亿财富的祖坟。这就是你想要的？对对，他在哪？父亲表示就在对面那座山，不过需要夫妻一同前往。他只好带着俩人来到藏宝处。没想到夫妻合唱一曲，门果然打开了。舅舅迫不及待冲进去，却没想到狗骨头。 手风琴、婴儿照片、三轮车、风筝，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儿？不是说好有金条、钻石和支票吗？谁说这有钱了？钱肯定存银行啊！这些才是无价之宝，好吗？这时，小王也赶了过来。舅舅气急败坏：“你丫的，侮辱我智商是吧？”对准小王连开几枪。可有钱人嘛，身上难免要穿件防弹衣的。爸妈呢，也趁机打倒舅舅，一起逃了出来。他们打算把他困在祖坟，可惜晚了一步，舅舅还是逃了出来。 一家人被逼到雕像边边，此时手下也发现了他们，又开始猛烈轰炸。关键时刻，管家一下砸倒手下，对准舅舅使出致命一击，危难终于解除。这次磨难让一家人又增添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小时候看到这个，印象最深的还是财富的定义：什么才是你最珍重的？